咁先嚟睇下我第一晚咧到日本全家拍摄嘅画面。依家科竟然出饭啊！系咪炒面牌子嚟嘅？饭团、青鱼 macaroni 啊！啊，呢个好似好食。哦 ，OK， 系。水果 sandwich。米泡味轉肉，比較食炸雞。先係200多 won，薯餅先$1美金，哇，好早正喎！咁個全家嘅熟食同埋飯團咧，都冇$70嘅咁平。不過全家便利店最有特色、最招牌嘅就係佢哋嘅抹茶產品，真係非常之多啊！芝麻茶，不如而家買一隻啦。係喎，麻包快餐，全部零皮。我呢邊全家仲有個哈密瓜包，好似好食咁。仲有焦糖布丁。我呢啲布丁，我哋一陣就嚟食布丁咯。魚酸菌。yogurt 呢啲系士多啤梨雪碧啦，300 yen 呢个，呢个咧，布丁 puff。呢個一個，係咪可以分開？係下一次可以揀30嘢。買埋嗰個哈密瓜包，綠色絲啊，好靚仔。$710，一張券，兩張都好。係啊，用兩次都可以。嗯，咁我聽日再嚟買。一於睇下呢三款產品味道如何。出面系嗰个 mochi 糯米糍咁样，甜啲，有少少雪糕，但系又唔系，佢唔会溶嗰种质地，好正啊！个抹茶，嚟讲日本啲嘢贵得嚟，佢真材实。偏甜嗰啲，同我喺紐約嗰啲日本店買到嘅係一模一樣嘅味道。裏邊有咩啊？有餅，硬啊，即係意思啊？焦糖嘅餅可能唔算。嚟個包包，好輕，輕飄飄，真係冇乜重量喺度。Oh my god！ 哈密瓜味啊！好好食，好香，嗰陣味已經選咗一下。
呢啲香嘅哈密瓜包啊，佢好香好香嘅。出面嗰層綠色嘅，我以為係嗰啲糖衣，但係唔係，冇乜味嘅出面嗰層，唔係好甜。出面嗰層其實都係麵包嚟，然後得裏邊一層橙色嘅係餡，哈密瓜餡。甜甜地好好味啊！啲麵包啊，好似一定要衝，好好食啊！跟住後邊嗰幾日旅遊，我哋仲買咗其他嘅抹茶產品，一齊嚟睇下。好淋，好明顯個蛋糕浸淋咗，唔知佢夠奶油好唔好食？因為抹茶味好濃，嗰個抹茶粉第一啖落去嘅時候，都好甜，個奶油味好重，比前啊嗰個栗子千層嘅杯係好食嘅，冇嗰個咁甜，嗰個係死甜死甜嗰種，呢一個就係比較香濃一啲嘅抹茶甜。嚟試下呢一個抹茶麵包。有冇聽過網上面嘅話？日本嘅你哋買嘅嘢，佢哋實體同埋個包裝都係一模一樣。我睇下係咪真係一模一樣先。菠蘿包嚟喎，咁大隻，因為佢表面仲有啲砂糖。佢裏邊嘅抹茶醬真係好多。呢個麵包比嗰種普通嘅麵包仲更加要甜。我食咗成個會好流，味道都唔錯嘅。佢嘅抹茶味唔係好濃嗰種。最尾开埋呢一个铜锣烧，哇、哦！呢个唔系我想象中咁好食，都要浸咗少少柠檬，跟住又系嗰种好甜嗰种，普通超市卖嘅一模一样味，嗰种香精嘅甜味，唔系好香嘅抹茶味呢一、这个，可以俾你。嚟講咧，如果係個銅鑼燒同埋呢個麵包咧，麵包甜過銅鑼燒嘅，但係抹茶濃度嚟講咧，呢個麵包係突出過個銅鑼燒，個銅鑼燒真係冇乜抹茶味。至少呢一個個忌廉中間個夾心忌廉都仲係可以好重嘅抹茶味，畢竟係兩層嘅抹茶夾心嚟嘅。Hello， 早晨大家好，我是 Winnie， 现在是早上5:42的日本大阪，那我现在就去买早餐，去 Family Mart。 这里就是我们住的酒店了， Smile Hotel。 Good morning. 酒店附近嘅呢间伊恩好早就开咯，我哋一齐睇下。咁早伊恩，真系有。有唔係啊？咩早餐？神七咁早都做新嘅麵包未上？貴咯，即係三文魚。三文魚，但係你啱啱咪買咗？我冇買到三文魚，嗰個魚係鹹魚，算啦。飯其實應該係今日新鮮上，仲有明太子同蛋。有呢種雞扒，啲水真係好平，98日圓，大致70日圓下邊個沙律醬，直接投落去麵包度，跟住就烘，攞去焗爐焗一下，超級好食，推薦俾大家，呢個都好。不過可能存放期唔係可以擺得好耐。
店员喺度捞紧货，其实想入去拣，但系我睇唔到。哦，呢边面包比较多，呢边系汉堡包。时装咖喱，买呢个就呢、這个，佢168 yen 有十支，呢个又系十排，呢个唔同嘅388 yen。咦，我揾到呢一个啦，细盒嘅。試下明治呢個牛奶，泡芙 custard 加 cream 嘅泡芙，40000個突破咗。哒哒，超級正嘅景啊！今日而家拉開窗簾之後。哇！哒哒，就我哋今日嘅早餐啦。抹茶蛋糕同两个饭团都系响全家买嘅，三文治同泡芙都系响伊昂买嘅。除咗明治牛奶係喺伊人買之外，其他嗰幾款飲料同埋牛奶都係喺琴日嗰間超市買到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抄翻我前一期視頻，試下呢個牛乳絲，白開嘅樽，睇上去係玻璃樽，但其實佢係膠樽嚟，好輕手嗰只，都幾好飲。唔知道大家有冇飲過紫帽奶？我覺得紫帽奶係我嘅牛奶天花板，即係我中意佢嗰陣。牛乳味是很濃，但是在美國的牛奶，在紐約買的那些，它是沒有這樣的牛乳味的。我以前以為它是防腐劑的味，跟住直到有個網友跟我說，它好像是這些，因為它有殺菌，還有有些是沒有殺菌，其實它的區別就是有沒有那陣牛奶殺菌的味道。然後再試一下這款明治的牛奶是在伊人買的。睇下呢個明治嘅牛奶，有啲甜味嘅。明治嘅牛奶冇北海道呢個牛奶味重，佢係比較稀嗰啲，冇我中意嗰陣牛奶味。咁我哋而家開咗呢三支同一個牌子嘅牛奶啦。呢一款係牛奶嚟嘅，跟住奶茶係咖啡，跟住佢嗰頭又仲會寫有幾多牛奶嘅含量喺裏邊。試下先，哇！一個係三款牛奶裏邊最濃嘅牛乳味啊，好得意啊！我以前從來冇做過牛奶測評，你咁樣橫向對比，你就飲得出有啲咩唔同啊！即刻，咁三款牛奶裏邊咧，明治呢個係最稀嘅，其次就係北海道牛乳呢、這個，跟住最濃就係呢一個牌子嘅牛乳。邊只最好飲？邊個最好飲？而且呢個少少甜，微甜，唔係嗰種落糖的甜喎，係嗰種鮮牛奶嗰種谷上嚟嗰種甜，我覺得幾好味噶。唔係好貴，有100多 yen。我呢個係咖啡，呢個係奶茶，甜，好香奶茶味。呢個都係甜，對我嚟講有啲似假糖嗰種甜味，好似嗰啲。香精味啊，即系同出边街上面买嗰啲奶茶盒装奶茶差唔多嘅味。呢、這个咖啡咧就好浓嘅咖啡味，但系都系偏甜。呢、這个咖啡甚至比个奶茶仲要甜，因为我个人可以饮牛奶，有啲可能乳糖不耐受嗰啲就饮唔到，但系觉得呢个叫最好饮，好浓。推荐俾大家。嗯，咁呢个无花果豆乳饮料咧，好特别佢嘅味。甜甜地，微甜，因為我冇試過飲無花果嘅味嘅嘢，但佢都唔會好重豆奶味，有少少似嗰啲普通嗰啲飲料咁樣，唔會好甜嘅味道。
都唔錯。相比起無花果嚟講咧，這個梨味就比較突出啲，佢個梨味係幾重嘅 ，fresh 好特別嘅感覺。因為好少有梨味嘅飲料，有少少甜，呢兩款都唔係特別甜，覺得味道都係唔錯嘅，幾好飲噶，大家可以試一下。不過對我嚟講咧，梨味就係好飲，但係比較普通啲，無花果味係比較特別啲嘅。如果兩個只能夠揀一個嘅話咧，我會揀無花果味。然後 Ivan 都覺得梨味咧係比較奇怪，無花果味係比較好飲啲，佢真係一啲都唔似豆乳飲料，佢似果汁飲品咁樣。嚟試下呢兩嚿飯團，一個飯，我啲魚子，鹹鹹地幾好食。我仲咬到裏邊先有味，好鹹啊！呢個幾好食，呢個就。這個三文魚比我想象中鹹很多，我咬到差不多到底了，它量的確不是很多，但它鹹鹹地的味道挺好吃。那兩個飯團味道都是可以，但不會說很驚豔，現在可以試一下，但不會強烈推薦。試一下這個三文魚，有點像那個小白僧侶丸那個大陸的牌子這樣，一份小小的，尤其有四個味，因為蛋、sausage、ham 同埋 tuna， 可以啦，唔係話特別好食，冇嗰種好驚豔嘅感覺。不過其實好少啊，好細份啊，都四塊啦，薄啲切。呢個 fish 係 tuna 嗰個顏色，同埋個包融為一體，好似類似洋葱嘅嘢入邊，有啲爽口，唔係就係單純吞拿魚。我試一個。咬下去已經知道是 sausage， 有香腸在裡面，茄汁底，最尾的肯定是蛋，蛋比較淡一點，這個牛奶真的很好喝，很香濃的味道。這四個味道裡面，我覺得我個人最喜歡蛋和 ham 是比較突出一點的味道，吞拿魚的普通，sausage 覺得一般般， sausage 可以接受，味道說會很好吃。咁我哋而家试下呢一个抹茶细块嘅茶蛋糕。啲嘢唔可以揸喺手上面太耐，咪会溶。我而家咁样揸住影一影相，影佢旁边有啲溶溶地。三层喎，最下边嘅蛋糕，然后上边嘅系膏状，中间比较实净啲，即系最上边个最淋，然后中间比较实净嘅。佢唔会好甜。不是那種假甜香精味，很香的抹茶味，很襯我們今天這個色，綠色。但是這個有一流，昨天那個抹茶的 Mochi 就不是很流。以前在國內喝牛奶就沒有問題，我以前也是的，在國內喝牛奶是完全沒有問題，但是自從去了美國之後喝了那邊的牛奶，都不知道是差什麼還是多了什麼，就開始會有些乳糖不耐受，我就不會肚屙的，不過可能會肚會有少少不舒服，會有些胃氣。我們現在試這個大泡芙，咁大個，但它很實淨，因為裡面是 cream 爆出來的，與食物相符的，好甜，裡面那個 custard 的醬好甜，但很大個，哇跌出來了，我覺得是耐，真的溶溶地嘛，忌廉下面是 custard， 它泡芙真的很鬆，它揸起身是不可以太大力的，捧住那種感覺，完全不覺得是便利店的產品。這個好吃，推薦給大家。我不是要便利店，它好像新鮮弄出來，越鬆越好，鬆化吃飽飽之後準備出發。我哋今日嘅行程系去日本大阪嘅环球影城，一齐吃喝玩乐，同埋睇下里边嘅物价系点啦。咁今日嘅视频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条片嘅朋友，记得 like、share and subscribe 啊！多谢大家，拜拜。